这里是中壢部落文化健康站，宽敞明亮的大空间适合运动，让长者每天都能尽情伸展。这个是什么呢？这叫虎首瓜，很像芭乐，它的叶子就我们外面所俗称的就是龙须菜。啊，欢迎主厨今天带来的料理是什么？茴香玉子烧，脆炒虎首瓜。小朋友厉害，我们今天要上的是毛巾伸展操哦。说说满白，满能给打。马上上岸路给打，怎么走啦？各组沙窝呢？满阿路打念啦。原住民族电视台，咖喱干干那不当啦。新闻说，俺那芒果呀，把你干了半年啦，念了那那么下。说你当了新闻，母路路给打不会说气候变迁因应法现在第一是，免了当啦温室气体减量没得管理法没咪啥，而且那立法院。把第2022组对刷气候变迁因应法给审，我那人民团体也是报给己，说现在的意思呀，原来跟你刷过吧，点把第2022年，也是那时间来年，啊，该不跟你不会刷刷早不不能当那建立没得资本，伊嘛，没得在家族党团协商，给爸爸管理，以多么的环保团体，没个二那，莫说那立法院，没得叔叔那，生活没得，第二个人打了八老师。不会说一起。那后来讨论到我们原住民的相关权利的时候，啊，那个我也有提出修正动议，几乎都是被保留了。那环保署呢，他的说法是说，我们在气候调试以及专案抵换的部分，已经隐含跟原住民相关有关森林碳汇的议题了。所以他只有这样讲。怎么走了？气候变迁因应法，而且呢，赶忙注射不能无效打压了，而且呢，立法院党团协商，美南行政院当了新的，各阿布西格人遭不不能当了建立，一度我们民间团体，马格尔呢，穆格萨立法院，马里叔叔呢，行政嘛的立法机关，调达拉巴拉斯一辆。整个气候变迁因应法里头其实还是有温管法的思维，只是想解决这个温室气体减量，而不是以气候变迁的因应跟调试，来当作这个法案的核心跟主轴。免了当然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办法抓住对刷气候变迁因应法，有那民间团体也是不积极原来跟你搞吧抓把了安利为国际贸易乌那一辆碳关税给省，在那里一些苗长辈原本当了新的，不会说早不不能当了建立，而且干么子念了新的一辆民间团体马里叔叔那社会，不如早那早不不能当了建立，马达他带来当了那个物，第二阿不是个人早不不能马的吧，马达第二把阿摆在资商同意，说马斯当刚念呀。也马不吉利，原名气候变迁基金，买以免了造不不容，免着了等等闹，马达瓦纳拉刚刚安那不都叫乌那碳贡献给省。我们既然在 COP27 又新增了一个赔偿基金的一个机制，那中华民国到底如何去面对它？我们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争议的就是通篇。只有出现脆弱群体，并没有任何有关原住民、原住民族部落这样的一个文字，所以呢，在我们的强力的一个要求之下呢，目前看到院版呢有做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更正。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也已经在这一次的一个条文当中，有去看到就是关于承认原住民土地及自然资源权利的部分呢。会由原民会来主管气候变迁法，我们已经算是落后。那至少在这个急起直追的时候，
应该也端出一个面面俱到，有考虑到未来发展这样的一个版本。马里叔叔呢，给爸爸干的国际当那不都给我，立委也是到了巴拉斯马格纳努组咖喱一席，我那立委马修古塞那严明会给巴德斯尔干的马蒂巴七千法请那的一席，不少一席严明会马里巴里说好来做呀。第二个你名字啦，噶有奈找他们那建立，嘛哒第二嘛不吉利，说说问他们那信了的。第二辈子原住民族基本法他们那信了的，就是咩呢？而且那噶蛮稳呢，蛮斯巴的大娘了，我那做跨部会他们那马咖哩咖哩，说找不弄他们那建立，阿不是个人意念。马里达了，气候变迁因应法，侬阿不在一边住，也没会。马达环保署、马达相关部会，第二把干呢，阿摆在一年，马卡里卡里紧急马不来，把你都马都堵路咖喱。穆斯鲁斯鲁记得怎么走了？党团协商，而且背耍气候变迁因应发行了的一席。人民团体马达立委当那咖喱呀，第二干呢阿不是个人背耍，找乌龙当那资本建立米色，马西尼。马该做乌那，而且那无啦原版当那新的一些，那个阿个把白说，第二马个那都马不不易，第二个啦不吉利，七千七千一些，总之来给打。气候变迁因应法，噶蛮做啥无能无下达念啦，木是个人做那党团协商，每年乌那人民团体马里叔叔呐，第二不是个人找乌布隆当那建立那行政院当那新了的，马个那些而且那新了的。而且呢，马蒂杜鲁阿不是个人，人民会点马蒂巴，马蒂杜鲁，乌那公正转型，他们那移民阿不是个人，原住民族努盖布拉古，马蒂里马马蒂曼乌比杜，早乌布隆原住民族阿不是个人做那些那的。在上次联席审查的时候，发现说好像这部分比较不足。那会后我们也跟原民会、跟相关的团体、跟相关的委员再去讨论。所以，我们绝对支持，应该要强化明确的这部分，把它放进来。原民会阿不是个人马蒂巴朝野党团马德德噶王王子本尔，那个后来做议席，乌那巴做做每年不都给我过把巴蒂鲁本尔，那个而且那最后。不会说你那个人那个刚才第二把个那种嘛利弊，我那把立委马个是第二把个呢八十十六本，立委吴玉琴马的吴丽华马叔叔呢，我那不会说碳费延伸到那建立，随后马的招不不拢第二我那共管共享到那新了的，那第二高论招不不拢到那二奈，第二把我那部落之上把个多了一年，吴丽华马个是，所以是。随后，第二马萨根早不不拢，而且那刚刚按他们那不都给我，马达瞄了脑子，而且那立即是我那碳贡献个身，就是咩呢？立委孔文基马个是吧？随后，第二我那买一他们那新了的，木拉呢原乡噶乌木嘛，嘛是得你瞄着了蛋蛋脑，所以是呀，而且嘛是住住路早不不拢，而且那打带了他们那各部我那我哩他们那耕地。但是自然已经原来存在的这些自然碳汇怎么处理、啊、甚至包括说补偿，那有关伤害的这些补偿原来我们既有的有一些机制，那么在跟这个地方怎么 去处理，可能这我们必须跟原民会再、好好的再来谈一下、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保障原住民族的权益跟强化原住民族的参与。怎么走了我欧罗七千法现在的意思主主路，而且那新了的阿不是个人，原住民族嘛都不拉过，阿不咋啦，原住民族，而且那你那个啦那那个干啥，我你当那跟你，那个立委嘛的原民团体，你那里说是哪，不会说买一当那新了的嘛的基金收问我，过吧阿拉说了说，嘛就问我第二把跟那侬嘛的二奶呢，个早啊早也是点打了巴拉斯，把你都嘛都堵路咖喱。屏东地检署阿丢马咖喱马咖喱，我那咖喱早也是灭不在保育类台湾当那主卖。检警阿兰那一年，木格山那五台乡大乌布拉国怎么走了？也是那信源少人那当那当那啥呀？我那一年主卖，我那大过一些当那抵那案，我那把独个独棍树无度路，我那把说难度无赞哩，信源少人那呀？阿伯子木是度路那野生动物保护法。
马尊马步山每一万度跌把交保后船怎么说了给他雾台大湖布拉古信源少了那一档那打那啥前景更少一年无那出卖大贵是当那顶那岸我们把你的比较出无度努当那阿基比马达无度努当那那顶那岸难度无扎你本署检察官接获这个警方报案哦，说有发现民众来猎杀黑熊哦，那经指挥警方哦到这个屏东县雾台乡哦，那去搜索哦，那确实有查获在民众的家中冰箱发现这个黑熊以及水鹿哈，以及其他保育类动物的这些尸体或者已经肢解过的这些躯体哈，当场又发现有这个土制的猎枪哈。信源少伦来马里瓦的前景马盖西。原来是马鲁古拉布伊是米亚加加那布拉古那么两五尼姆古，伊嘛古鲁巴族的南都姆巴纳尔伊尔，那个前景阿拜扎根沙伊尔，过布杜族祖鲁扫鲁奈达那咖喱。发生了这件事，那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动保法，还有我们的原住民的狩猎办法，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我们的部落习俗，怎么样再做一次的这个整合。屏东地检署马盖西信源少伦来阿拜扎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打出村，检察官给他说你一辆葫芦巴扎二十万万度交保，马西尼年年把那老爹命把债爹把干你谨慎。屏东地检马里叔叔呢，过阿拜扎那主管机关马蒂沙尔命把债保育类马鲁古勒布。德尼干尼把尊乌努姆乌安马达拉巴立马在那那有期徒刑。德尼巴把尊台币二十万马达拉巴一百万万度古阿古尼干尼嗲马杜乌苏伊尼亚巴尼杜马杜杜鲁咖喱。中国一些那马米沙苏鲁姆达拉桑埃乌那马达拉巴朱沙梅德刷斯伯登马努刷伊达丹那诺诺曼巴皮斯格里伊尼亚。阿派在中国他们那咖喱啊，马盖西，原来是土耳其干的咖喱，木是坦布米塞。那个苏亚苏马盖西，中国他们的咖喱啊，狗咖喱嘛是蛮嫩的。苗条解说恁又办哪啦？那个干的话呢，马里巴里相关部会嘛是呢，也是做研究，第二把个哪弄？部会他们那搞蛋都不如一样，马登的是中国苏鲁姆达拉桑埃古加米达哥哥那啊，马不是个路。各部会也是马比尼比尼都没读读路阿拉奈在那一起到处做那中国各个那第二马西库上那中国海关总署新秀都给古卡米达也是那名字呢干嘛我呢母拉呢嘎修白照我那组三千两百多件各包子本中国也是那在那一起嘎读路我呢无下打念了都没读读路那台湾干了干呢德尼乌鲁巴扎电脑资讯系统在乌鲁巴扎西纳德都没得住住台湾他们的新秀当年了母乌鲁鲁那住住面的国家乌那扎尼在那那我也说在那那一些跟你们问你们当年了第二把地的本人国把资本人阿不作为到处尊主乌那把两千四百零九件也是那中国国阿不在一边食药署阿拜扎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他们的西努瓦马咖喱咖喱那个国马里巴里不过这样子的窗口其实并不算是很通常包括是我们问问题他不一定都回复我们常常是已读不回了阿不作为中国乌那族咖喱那个因妈妈马卡西不会说新的主干人不会说你的新的啊国把新秀马达你的那一那种意思干的哈基里咖喱妈妈母哥问了问了各部会也是做马里比尼尼第二巴格纳努协助业者参加海外的食品展比方巴黎食品展或者邀请海外的买主来台湾参加我们的食品展第二基巴德是这个里面大名阿亚乌那巴做长农牧大名哥哥诺啊农委会马格西鱿鱼煎鱼秋刀鱼马达乌仔鱼马斯坦达第二巴纳拉那个说母乌鲁鲁乌杜鲁呀到处做那中国一度目路墨西哥的那加工厂那里第二把干的这个里面那就是美女因为在东南亚地区像越南泰国也有很多加工厂所以我们这边会引导这些相关的这些加工厂本身会进到东南亚的加工厂去处理
祖祖美女食药署马达乌鲁马布基里族苏中食品注册专区第二个呢母拉呢嘎修白照马迪鲁邦杜基祖祖美女食药署长马里巴里巴马嘎西第二个呢基巴都是马嘎里嘎里那两岸马西巴那个拜米亚嘎嘎那国巴巴尼都马都杜鲁嘎里原来的巴黎大家乐也是那高雄大美阿我们当那主家人的巴格那诺嘎修拜高雄严明会马密萨马达修拜当那高巴巴罗拉人我们紧急的巴格那诺刷主家人的巴格那诺马布布阿阿巴也在也是那家的杜鲁我们把西蒙朝苗子的一年都没杜鲁我们当那主本第二个阿巴扎拉也是那些朝不不能当那大美阿我们当然马不不啊，怎么知道给的？大家都多罗介绍说你马格纳努修拜，多么多多路住点马格纳努说慢呢？原来点木拉呢，也是那高雄早不不论当那大名啊，阿不差了。我们当然修拜，高雄人民会马达噶修拜高巴巴鲁拉呢，马里戈布产业辅导计划给生，阿拉内部补助。把他拉拧哦，紧急下了巴扎，加入堵路。阿爸在大米阿大米的直播我木拉呢一年，大米阿马加西，乌拉马加西啊，马达做直播我加入堵路，做走路干呢，马达给进啦，我呢大米啦直播我。就我自己的状况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商品有了嘛，那可能方向都 OK， 那只是说怎么触及更多不同的消费者，然后可能再让自己的商品可能更能够再更精致化。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些新的讯息、新的资源可以去串联，那有一些新的观念，因为在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淳朴的小农啊，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这样。属于行销的比较深度的课程。第二拜在马加西亚加入杜鲁阿巴扎拉，我们当那修拜马祖布姆。第二个呢，马拉姆乌努姆乌诺杜古贝祖刷达米亚。第二马赞扎尼新蒙乌兰。第二拜在马加西亚介绍索尼巴达拉阿尼乌祖甘南甘努第二马拉万杜古。第二祖祖鲁米亚扎拉早阿巴扎拉，我们当那达米亚。我想在加强这个话术行销的一个部分，跟市场上面如何近距离和有效的跟我们民众有效的去做一些对谈跟接触。特别呢，请了这些专家学者来就我们的这一些业者，他们主要的问题呢来探讨，并且呢能够真的是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能够来提升他们的这个竞争力。第二米纳努刷杜古贝祖，第八都是多么多多路。巴子本，第二阿拉奶奶给家国一时，木拉人我呢，把个独木路刷我呢，当那拉曼个，巴尼，他妈的独路咖喱。第八给他打了三阿里巴的，你说你第二个修改不会刷阿米斯当那嘎根乐团，马个人给他不会。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艺术节，能够让青年去执行？也希望说我们青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让部落的老人家、然后族人多给我们机会。让我觉得不一样的是，其实是因为每一次的制作都可以让我找到不一样的成长，跟找到不一样的进步的地方。踏上这个旅程，跟答应德路的这个邀约。就是一个勇敢的过程，因为我完全就是不会跳舞。把作品继续推向国际，就是让不是只是台湾人，或者是原住民，或是不管是非原住民，看到我们的文化。参与这个品牌，重新认识属于台湾另外一个面向的文化，而这个面向的文化，也许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少看到的。我们没有猎人，没有猎这个概念。阿瓦古米达鲁尼就是去走山。一个文化的发展其实都是从他能够吃饱开始，他不会起火，他没有东西可以吃，他就没有办法去延伸这些文化。
其实就是进入到一种神圣空间的概念，心理的、身体的、杂乱的、燥气的，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外面，你才能进到这个山里。你从害怕，你会变成，你会尊敬这一座山。我爱呀，海洋。文化是一群人活生生的一种生存方式，不管是什么平台、什么国家、语言，甚至是种族，都是为了了解与认识这个世界的多元。南岛语系人口仅占全国的2%的台湾原住民，透过原文会这个平台，从认识到了解，并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价值，而原文会也将会继续守护台湾的多元文化与公共价值。阿米斯坦那加更乐团里是，也是那在那的马米萨呀。少多于大概多多罗啊，也是马里维金万尼。基巴都是万尼马里戈布说马宁早红加过阿巴蒂玛那那早阿巴泽拉那早。加更大概多多罗啊，也是，也是那马布山在那那也是那第二座阿拉阿基亚阿米斯坦那纽利那红加过，巴赞扎宁万尼迪格里米马布伊。阿伯在木山那做什么呢？乞丐说阿伯走了那走，伊嘛说也是那乞丐走呀。这里做怎么走了？阿米斯坦那马加西亚做走路蛮能走，红加过一哈乌哎呀，哈嘿哎呀，哈嘿哎呀，哈嗨，嘿哎呀，哦哎呀，哈哎呀，哈嗨。我玛尼亚米格卡拉亚诺，里登拉达。这是我在海边捡的，你看这一颗有皮的这一颗有没有？这叫构树，我在海边捡的。那这个构树，我拿一根这个来削一削，这构树它的质地就是这么脆，所以构树被广泛使用啊，因为这是南岛民族通有的植物，大家都认识这个材料。我看到亚兰比上个安尼信息沙堆都拿路西了，能喊过那路马尼拉沙都乌诺阿沃了阿巴迪人安，能喊过那爸爸尔沙瓜丁沙内都阿马达拜诺阿杰弗了，我古曼蒂尼都拿沙拉瓦赞，能在乌那卡卡路发努发路转尼拉吉那米上个都拿沙苏尼恩。加以热了之后，它变成一个干燥的状态，干燥的状态，它的里面的糖分会。部分的挥发就不会蛀虫，那还是会蛀虫，因为我们容许这种天然的素材也要变成虫的食物。阿诺马嘎恩努法欧马本本都海法拉罕哈努法欧萨多米利奥阿米桑阿达马嘎嘎咖啡咖啡的古达能一干麦酱，有些东西虫反而是帮助我们进入到后面
更精进的手艺跟技能，所以没有蛀虫这个过程，你会一劳永逸。我麻烦了 ，I am Oslo to Ryan go YY ni Shinshi Satui， 马爹，我平常为你来听你读《萨萨拉瓦赞》阿吉朗阿多纳阿沃尔阿米桑阿多纳萨苏尼恩，伊拉阿伊马阿拉维多古纳阿兹贝尔，乌萨皮塔贝尼拉多吉朗阿多纳阿沃尔。那等马拉，可能帮叫阿米赞。阿努吉朗都，阿努阿沃尔都伊，阿马尔都阿米塔贝，乌桑阿伊都阿萨桑阿尼拉多纳萨苏尼恩。萨卡巴，乌萨。一根竹管，甚至一片竹片，都可以做成乐器。所以现在看到的材料，都是想要它原来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延伸到可以做成这样。像这样，像手上这个乐器啊，就未来要做成乐器的，这个我们要做成木琴。我们知道传统乐器跟西洋乐器不太一样。西洋乐器它铁器各类的形式研发到很清脆的质材，但是那些都是化学的组合，对。那我们呢不是，从场地里面素材的运用，一直到竹炭，啊，这个是原来的材料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它是环保的。Kuna mingi caci lalai a awal. Ira tu kuna harga ni sinsi satu itu ni amis sangat tu rasa suni en amik pip tu cina tu rasio. 反祖壳底，它是一个看起来很通式的、很普通的，但是竹子在这里，你人没有做，它仍然是竹子，不会变成乐器。下了一个，然后做成一个切口。对，吹嘴的部分，嗯。阿沃尔以后，我爱都是皮萨阿，都拿皮阿都拿萨苏尼恩。我分那个你信息沙堆阿米沙维都拿萨拉拉瓦赞阿斯拉扬。我们在那边挖一个洞，这个叫做不露无放。就有声音。它就可以有不同的旋律。所以这个比丘阿瓦跟不露胡放会产生奇妙的音乐。这是我们阿美族制作这样的竹乐器的初始的概念。所以这个是强调自己手作。我第一比赛发落转的星期三，对阿米卡卡斯蒂诺多，阿是好阿鲁西，阿多纳萨苏尼恩诺米达，阿多乌拉西乌努马多阿塞。伊提阿好多纳伊九九瓦米泽恩，马阿拉维尼拉古纳德里三尼里曼尼博士阿祖拉斯巴格尼多纳台湾阿美族的乐器在那伊，马这卡斯古发落转尼拉伊提阿米斯塔邦多丹尼天多纳卡萨尼阿鲁，阿米里在多纳伊哈拉登埃乌努马多阿塞。伊提尼阿米里弗阿米萨丹纳丹纳阿米萨里奥里奥阿米萨阿多拉鲁西尔，尼卡马达瓦拉伊多。Masita ya itu ita kono dia ayahun ayawai aswar kuni kuna misa atai tora tayar ningra. 问到老人家啊，这些乐器什么什么的时候，才发现老人家的印象模糊了。但是你演奏给他听，他们依稀还记得。你每一组要说明自己族群的故事的时候，语言是一个很重要让。这个人讲出去的语言的腔，就很容易引人进入到那个阿美族的文化的生命里面，很深很深的灵魂。比如说，介绍阿美族的歌，老人家说：“马多塔布里古拉迪奥努阿米斯，马凡纳阿巴达菲扎菲在巴拉桑都谈不上，索尼马朱卡朱，索尼马里格伦阿瓦古巴多拉山。”很美的语言，所以我也蛮感叹是这个族群的未来性。
那他怎么样去说他族群的美丽跟族群的故事？Di badan kami wama misluk tunini apara paraan heyan ho ayan 哦，我们感谢那平安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这里有构树，这里有盐湖木，无尽要让我们来使用。所以，刚那首歌是要感谢上帝赐下土地，让万物生长。我们其他的一只两只，就是要让它的生命借着我们发扬光大，所以感谢这一切。这个就是盐湖木，阿美族使用它非常的广泛。盐湖木在早期我们使用农具，第二个呢，盐湖木我们研究结果可以做木琴，可以做乐器。我们在做木琴的脚架的时候，或是竹骨的脚架，取它就可以做两根的组合，再加上两根的横杆，就是一个乐器的最环保的架子。那我们现在要拿它，我们要跟他说：“阿拉安那个给说，马路沙巴好尼阿哥多，打得不安，路上。”这个翻了阿诺尼玛尼玛，托尼卡奥翻炸的糯米索，那爱糯米索。刀子，这个处理。米萨蒂古蒂古，伊蒂尼阿米马斯洛杜纳萨拉瓦赞，阿米吉里姆多拉马达多罗，爱阿基朗。乌巴勒马斯杜纳萨拉延，乌拉萨纳哈尔卡尼西西萨托伊阿米萨阿，纳哈尔卡杜拉米蒂斯蒂斯。Matia tu una bisupu nira apa orip tu rasa uya nira akilang. Yeah, 不要浪费，这都可以拿啊，回去可以做很多的处理。所以盐湖木的生长的状态非常的快速，生命力真的很强，一代一代传接的这种。上帝创造的美意，这是一个沙发。你看这沿路的垃圾造成的污染。伊蒂阿伊马阿罗尼拉古纳巴拉汉的道阿阿能昂，马多拉斯古法鲁卓尼信息萨杜亚米能昂，萨曼恩米塔汉亚米埃马阿里马拉多拉萨拉瓦赞乌斯拉努米塔乌萨萨法鲁卓恩努布。像我现在锯的这个呢，比如说我们做排底，它基本的排底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乐器。起初我们的排底只是做讯号，所以它这个试管呢就是讯号，所以这个讯号过去它是一对二，或者是一对一，一对大自然。那现在我们排底的制作人变成那可能就是要发出歌谣，然后变成要演奏，就一对众这样。哎呀敲打上，只要是你要是在蛀虫的位置上敲打，
它一定会爆掉，是凹下去，像这样，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现今21世纪，我们进入到了科技的结合，从素材，然后到竹炭，竹炭的150度、200度之间，你放久了以后，虫还是会住，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一点甜度。可到了完全到800度之后，因为它焦炭了。它完全它的质地变化到缩紧以外，它变成磁化，你虫就没有机会了。这种科技的运用，怎么样让材料变成可以保有它的特性，还有在外观上有更大更好的美感，甚至让它更艺术性，这是乐器的追求了。Unisa tato sa agapah, matana say to iti nami kapo do raparuh do nakaking yue tuan. Ira toko fenek nara iti ni ami tatoy ami sanga ato rasa suni em. Sa ngersana iti nami tengil apatatulong do ra ngiha no nakaking. Tupisa liaw-liaw nangra maraponay to nara kunitaya ala. 其实从小就一直都在练这个，就其实也是第一代的团员，只是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有时候他的给人的感觉会觉得说这东西没有人学了会很可惜，然后我就一直有放在心上，就很有兴趣，所以才会想要一心就是想要回来这边工作。我相信他是有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的，所以眼界当然一定是要放宽去看更多的东西，但更是要定睛在这个东西上面，去更把它学起来，把它内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之后，我才有本钱，这才是我的专业。认识更多，我看见更多的之后，我搞不好也可以回到我的族群，帮我的族群做一点事情。Tangasai dini itu nararam, uhmak ulah nara itu nukakeng alasiu, matena kenang ra ku tatapakan alates nukakeng. Tangasa anini dini itu napusung, tiangkuang, taipin, jenshin, nangwang, sepat aku siamamin iraku paruh nukakeng yue tuan, dini hukamang amilifung tura, lasiu marutlu nara ku nifarucok. Ayu.Unang ra atatulung bagaimana ini tu nak keng hananai alasiu. 都市的孩子可能是视觉学习的小孩，那部落的孩子可能是声音学习的小孩。有些孩子真的是敏锐到你会知道那是有天分的孩子，他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他就会有那种自动自发的那个一个动作。他下课时间随时，他只要不是在教室，他就会跑到那个音乐教室去，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练习。Tuna tu sapulu amehcan dan itu tanah tu napi napi nah kesakit-sakit amisatlah tu nama kapai alasiu. Anu awak kau napi hasilsi atau nana falusu anangra awak maarau nomita. Maarauin nomita anini nana ayau ang yau.Urai rai no urip matungut lahi tununa rarem. Puna kerira ni sinsi satui a paruh nga keng yue tuan. Nang na ikur. Madam marcana di na patenang tora makap. Hayo na tatamanai numita uritz. 我17岁音乐这个乐团，我去了马来西亚，人生的第一次。然后后来我们去美国，接二连三的很多的国外展演，就一直邀请嘎更，一直邀请嘎更。这个20年来的发展走到这个境地，发现无限宽广的未来，传统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以后不断地活出来，让我从你活出来的当下啊，听到认识，让我也活出来。特别记得打了三阿里巴的努索尼跳过修改，而且呢，台湾马西尼马斯丹恩儿子啦修改，离山耶稣堂给圣，马卡赞记得不易。
大家好，我是马凯杰，我很爱冒险。这个都是藤心，哇，很苦哦。哎，我觉得还好哎。哦。哦，这我有点害怕，我还叫做自己是名厨。你不要讲，你的破坏力还真高嘞。完蛋了。哎呀。改善哦，爸爸说现在好，噶听到他听的哦，马白开的哈，噶改来的啥不？哦，改了特殊了噶，喏啥不？哦，白兰啥不噶？你噶一打噶晒下，啊噶海的噶阿拉阿拉海的噶哇噶，噶巴拿比嘛，伊的噶西卡哦，马巴拿比伊的阿耶。我看上去我看上去了吧要进今年后的要不要去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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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歌唱经验都很丰富，可是这是我们发片以来第一个电视通告，真的。站起来！我在隆重。太多了是不是？哦，太多了是不是？我再次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 OST。因为我们是全创作，对，所以 OST 在大家的第一印象里面，它其实就是原声带。那假如我们的生命它是一场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那我们创作出来的每首歌其实也是我们生命的原声带。就是我们不想要一个曲风去定义 OST， 所以那时候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做到两年，是因为每一首歌的曲风都太不一样。嗯，是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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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 吗？老师说 idea 吗？每周六晚间九点，敬请锁定原视十六频道《什么奈我们的歌》。第六届普利马艺术奖征件开跑，不限创作主题及形式，艺术奖总奖金240万元，表演创作征件总奖金50万元。更多报名资讯，请上普利马官网查询。我那点巴纳德鲁，也是那吉姆吉姆鲁，也是那阿拉在尼早，我呢也是那阿巴萨瓦那丹那建立，钱包书马米莎，也是基巴都是点马里阿布早，格拉那那那医生，穆萨那阿拉在尼伊尼阿布都叫，乌那吉萨医师人力需求平台吉什尼呀，说平台医师巴拉达第二家提格里米祖祖梅的医生，乌那格萨瓦那，乌那干古胡。我们把意见书给生在马里亚伯万里木塞尼亚不得叫阿拉这里马达阿拉德格尼多纳当纳阿巴萨瓦纳万来西嘎纳木纳斯马达卡奈拉早马拉朗朗迪格里米早木塞尼亚伊玛埃西尼阿巴萨瓦纳马达米亚扎拉嘎纳马盖祖苏梅尼木斯坦布不是伊西建保书埃西基巴都是在马里亚伯早2020在那那马布基里，也是那阿拉塞尼多那奶奶的医生在阿里阿伯啊，多么多多路，加一年当那下次乌鲁纽里那，修改木塞尼亚木兰呢，马达拉吧，一在那那干满朱砂沃呢阿鲁达尼亚啦，修改出咱尼木那阿鲁内外科马斯巴德里马西蒙医生木塞尼亚木兰呢。在那那一时，巴拉达蒂亚的迪格里米加萨瓦纳甘古胡的穆塞尼亚穆拉努，也许他的心态是也是能够接受那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设好这个平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对整个医疗人员的那个增加哈，可能是会有帮忙，让很多那个医疗院所他们只要需要这一类非医师的医师人员，他们也可以把这个资料弄上去。
好了，那108在那那卫福部也是做研究第二八个那努那怎么怎么了？也是那给搞过医生嘛？噶是？也是那阿拉在那多那不都给我一年医生干那么淡薄阿拉人玩得过？朗朗万里阿拉输了输了，伊嘛朗朗马里阿不早木个啥一年？也是那医生朗朗灭了脑。马斯坦干那么斯坦布说新蒙医生，第八个那侬马个啥？我还讲了，是那阿拉在呢一年，第个里面找墨西哥路加多多路阿巴萨瓦纳，那是这个主呀，满足一年不得够。我们非常的期待有机会可以回乡服务，自己的人照顾自己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能够为族人带来更好的一个照护跟环境。比较成熟的一些医师的话，年龄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也许他也可以就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可以去考虑到那个到援助到那个所谓的偏乡离岛的时候去做一个服务哈，哇，这也是另外一个人力的一个考量。国建署马加西，随后也是那在那那马米沙，也是做基巴都是马布赖马盖，也是那加尔奈伊尼亚乌那做公费医师给生，也是那吉姆吉莫勒阿拉德哥呢阿巴扎拉医生当那阿拉，穆拉呢也是那吉姆吉莫勒找杜马达都做阿巴萨瓦那米亚扎拉。乌鲁巴扎迪格里面找新的阿巴扎拉阿巴萨瓦那找，穆古萨阿拉泽尼阿拉德格呢多那伊尼亚布都给我，巴尼杜马都杜鲁咖喱。往往古个马西尼亚马斯丹额额扎拉叫盖呀，我爱刷吉萨离山耶稣堂一席，马扎伊为乌里马泽纳那巴迪尔呢尔呢马西尼亚巴迪鲁帮助。也是呢，刚满注射完呢，注射打尿了。也是呢，该洗洗，洗完了洗，叼住把那奶捂住把针，就该一洗，马不一注，马该免了当那杂牌。对刷住，也是呢，离山窝了打折了走。也是呢，该走了，也是呢，小白完了一洗，捂那住窝了驾驶给身，怎么说的给打？马在伊处，马不山在哪呢？离山当那桥街，马个二那乌那住五毛尼，五毛尼那毛正起么起么了一时，乌鲁巴扎离马在哪呢？马得二那呢？所以不去了一时，乌那住买门堵路在哪呢？里几时？正南桥街马得不二那住，也是那大离山当那找马里达了一年，马到住五毛住该洗洗，叼住乌鲁巴镇。在接手之后，那从土地的取得跟建物，那做了一番的一些规划，那把这个耶稣堂那风华再现，那以作为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景点，也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祝福。那耶稣堂它这样整建变成离山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包含到我们的产业、农产品，甚至到文化，我们都可以去来做发展，有一个好的一个场地来做发展，我觉得地方的族人是非常开心的。民国买门无下在那那乌鲁巴镇说离山九街一席，蒋宋美龄阿不吉利一年，没说对说新冠，该年早乌鲁巴镇刚往对说都是二八当那九街，马里维维尼蒋夫人命嗲做阿拉德哥呢，乌能湾当那资本说九街一席。也问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泰雅宗会，那个美耍蒋夫人莫诺那阿美利卡，伊玛多那伊西阿加主召乌鲁巴扎伊尼亚，米拉老主哥马蒂尔诺那，马里维维尼卡扎瓦召伊西基巴德斯乌那主参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迪格里米夏罗巴扎马蒂尔诺那伊尼亚。那我们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啊，花了四五千万哈，修旧如旧啦。那将来哈，希望说这么漂亮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耶稣堂，能成为离山的地标哈。那也是离山的我们原民啊，或是我们在地人哦，一个聚会，然后一个认同的一个场所啊，成为一个精神的中心。离山九街一席，也是那海拔2100公尺，往往台湾马西尼马斯丹额额扎拉九街，阿拜扎马西拉罗扎拜马蒂额额那一年，尼亚拉嘎当当马嘎额那杜马蒂尼住一年，单单尼亚拉不得额额阿不扎拉罗沃沃扎，
等你把土地门交给医师，没路走了。交给咱那十八，不会做嘛个命啦。也是那大理山咱那十八子啦，八十十六步，我那有在你马个下驾驶，把你都嘛都堵路咖喱。在咱那一时，在木山那台东耍马个沙邦个在咱那，在咱的乌那做汤好，比你给那吃那，在木山那把它赞你，就是咩呢？第二把乌那卢广仲、清风、热狗，第二把它赞你一两。也是那网络一时，噶早啊早，本来一时也是马咖喱咖喱。阿伯在金山河他们那咖喱，马是呢？也是那台东在木头路安尼那元旦呀，马到那不就干呢九层米色？也是人家噶小白早呀，也是做几把都是马的阿浪鱼，我呢他们那马噶些拉马鱼。大哥，哔哩哔哩什么是那鱼？噶早啊早，也是给爸爸问家哥，也是人家马张张阿了。亚洲天后张惠妹，也是那2021在那呢，不以那大那省台东把它砸呢。阿拉姑姑呢，比都每以往阿达早，也是人家什么是不如在那呢？也是那台东马克沙邦的在那呢，没说马是等噶早啊早，马是呢无论我们做把了阿尼维苏个么，也是那比比林伊得你做干呢，无论不注意位置。噶早啊早，八字本个调木山那台东，嘛等于是到达下了驾驶，阿拉奈那饭店民宿都给找得你住责任。我们的订房很早就满了，从六月就开始订了，六七月，然后到过年期间八月就满了。跨年的那个订房已经都满房了，等很久，对，就是说人少。所以是终于慢慢的回温。其实我们市区大致上都已经接近满房，那县府会站在监督的立场，会让我们的房价维持一个稳定。而且呢，台东元旦刷掉木达路啊，呢乌那组九成县府马盖西，原来是台铁一里马达拉富里段，而且呢在那一时德尼干尼巴蒂鲁本恩，马达马干尼一时跨年晚会就出入噶早哇早。也是那三金男神卢广仲、巴巴拉扎尼、清风热狗、马达加加、马达马斯卡，噶早哇早乌乌龙，乌那把潮流母子给生比利、周汤豪、屌木山那巴拉扎尼，我呢当那独木个，干了干你沙发人那西部。那在停车场，我们会透过我们手机的 APP， 让大家可以随时来查询，能够了解停车的状况，那帮自己做好预备。阿伯在 APP 怎么做啦？说马新郎呀，阿吉阿爸到那，但那维格路呀，调出过了独木路，说大巴走过呀，一独木路吧到那，乌鲁巴扎那么做单说，大哥大巴乐恩住马格纳努说到那古路嘛，县府也是马里叔叔呐，说也是那台东市罗窝窝造呀，马能干呢乌鲁哥哥木个啥一年，马是干呢马拉儿子出路古路嘛，把你。多么多路咖喱！我就是西蒙索尼。你无奈的咖喱母说白说西蒙，你该咖喱做什么呢？阿古尼马来尼把你当耍几秒？0800581600，做什么呢？原是西蒙王，也是说阿不是个人啦，你哩不咖喱个耍，不是个人啦。YouTube 频道，马到 Facebook 粉专，说什么别个耍？怎么知道索尼当那西蒙耍？阿奈马国呀，八年干了八年啦。阿拉星星啊，阿鲁巴兹拉吉带。
我们部落的衣服是我们部落的故事哦，这种感觉穿在身上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突然有一个